各位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范卫京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25届 LG 棋王杯世界围棋比赛。那么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刘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。刘老师你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LG 杯的冠亚军的三局两胜的一个第一局，第一局比赛。那么 LG 杯呢是采用了韩国规则，六目贴。半。黑贴六目半，然后双方是每方3小时5次40秒的读秒。5次40秒，不是1分钟的读秒这个规则很独特啊。现在韩国围棋联赛之类的都是40秒钟的读秒这个，过去我们都是1分钟的读秒。是，可能中国棋手会比较习惯于30秒或是1分钟的读秒。这个有点小区别啊。但是今天这个盘棋也是非常关键之局。是，这个柯洁，他经过这最近这一轮，也很辛苦，但是那个迎来了他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比赛，是吧？今天头一局，这是两个人啊，这是申明珉，君啊，申明珉在明珉韩九国段，啊。这是他的图像，柯是洁，的，这是今天在中国棋院的2楼，比赛，我这个下午时候碰见过他，看到了，看到他了，他通过他在2楼在这个比赛当中的场面。双方是穿着一黑一白的西装啊，跟这个选择棋的颜色正好相反。柯洁。那么柯洁这盘棋是拿到了白棋，拆先的啊，这盘棋其实是拆先之后猜对者是可以选择黑白，那么柯洁选择白的了，是吧？这个具体谁猜对了我还不知道。那么我们来进行这盘棋的，给大家来演示这盘棋啊，好，那么这黑盘棋，棋，黑棋星位，星位，申敏君，白棋也白是星棋，位，然后呢，黑棋小目，白，黑棋这个是，对，白棋小目，好，这个布局应该是也是比较常见普通，它是挂的这个，挂对，的白这个，棋挂在了外边。挂这边。过去我们喜欢分头啊，挂这个比较多。它是柯洁选的是这个，这个是一个挂完了拖，拖了连扳。这是一个非常，现在非常流行的现姿在流势。行的，打吃粘上，一般都是这么对阵的，都是这样的定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现在的布局的一个布局的定式了，而且叫压调。现传在这黑个，棋好像这边比较宽广，所以黑棋选择了压这个的定式。这是最近大家都认可的一个布局，是吧？都认可，觉得这样呢是两分的。这柯洁是这么选的，然后呢，黑棋下面呢，它是点三色，马上来点角马上点啊。角，这个也是，它除了这个点角，好像别的选择就是挂角，是吧？挂这个也有，但是点三三是 AI 推举的，那招招 AI 的招法是他真们这个是，现在基本上 AI 是吧？好，点三三。白棋挡，挡住。黑棋爬，那白棋挡这边呢就很好理解了，因为这边是一个低头，这个是吧？我的长头，发展空间不大了，这条边价值还比较低，所以白棋选择了这个扳完了连扳的这个这定式。定式的一种吧。柯洁是，他是要这么选择，他要长了被你爬长了，他不愿意，这儿铁头对铁头，他不愿意啊。他觉得那是后手啊，这个当然是这个也是后手，但是呢，他就把这个角给拿掉，这个选择定这式很实在，个，定式的一种，白棋打吃，对，把这个吃掉是吧？这是这个定式呢，就算告一段落。这个呢，黑棋落一个先手，应该也行吧？黑棋是吧？也可以，双方都可以接受吧？可以接受，
好，这是什么定型完了，黑棋拿到先手之后再要转线什么地方，挂角，挂角，对，这个是特别的多见的，对，现在而且还给的都是很多都是尖顶的，特别多，这个定式也很多，都是这样的定式，对，特别多，柯洁这次没有这么选的啊，这个是最普通的，他是走的什么？这个柯洁是选择了尖这个，尖一个，小尖一个，这是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都是说，棋风就是一挂小角一尖，觉得这个是。过去当时说过是秀策流、啊，秀策流，对，这一步尖，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听说过。当时他是执黑不败嘛，黑棋的这个秀策流，秀策流，觉得这一尖，这个非常正确，觉得这样呢就以不败，他只要走这个棋就，后面我就能够没问题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贴的木呀，跟对 不贴木啊。那我们那个时期感觉这个尖下的人不太多了。不太多了、啊。因为觉得速度比较慢。那这个跟这个因为我们也是大贴木嘛。就觉得这个可能速度慢了，就于是下的人就少了。但是这步棋好像还是受到了 AI 的肯定。肯定啊、现在他说是尖这个很好。觉得这个局部好像被挂过来，家基本上很少了，除非有套路，就是第一家这个飞过来冲断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变化，不能冲断的话，爬了一个不肯。对，于是这边的家基就没有了。现在在这个局部剩下最流行的三种就是一个尖这个，一个尖这个，还有一个飞这个。这要走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走要硬。对，他现在是尖这个。然后黑棋拆二，对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普通。对，好像挺流行的现在。对，你要是比如说你走这面，他可能会就走这个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么拆二。但是刘老，我们以前好像经常是拆这个的嘛。那他如果打入，然后就靠出来。靠出来。好像是这样子。这么下哈。我们以前好像拆这个比较多吧。拆这个比较多，大概是这样。后面对。因为留下了打入嘛。所以是现在下的人少了，下的人少了，所以拆二，拆二，现在呢，他是中间走一个，比较稳健的一手棋，也眼见的一步大棋，是吧？对，拆在中间应该是好的选择，是吧？这后面有一个拆二，对，这可以，一般的情况，过去啊，我们总觉得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比较普通，这样好像黑棋先把自己的木围住了，觉得这个形状是比较普通，对，他如果这么下，白棋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不肯走这个，他是走这个是比较普通的，走这个呢，那怎么说呢？白棋可能是往这面走，或者看他走什么去向了，比如说这种啊，这也是。一种吧，是吧？对，这靠过来腾挪，先靠一下。虎了，怎么再往这儿拆？拆，这是很多种，但是他没有走这个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应该也不能说是坏棋吧？这个，第一感是在这个地方。对，这个以后被白棋拆二，黑棋这个形状漏了风，还挺难受的。是啊，好，这个时候都很正常啊。下一步棋。这个棋啊，稍稍让我有点吃不一样啊。他走什么呢？他走在这儿。黑棋是直接靠到这儿来了。对，这个比较少见。这步棋感觉很有想象力。这个小生他直接往这个地方是，对，你觉得是他的 AI 的提示呢，还是他的自身就这么想的呢？这为什么？感觉好像 AI 确实很喜欢靠啊碰啊这种棋。然后之前赛前对小申的采访当中，小申也说，就是这一段时间为了备战嘛，很多的去跟 AI 去训练。除此之外呢，他也深入研究了一下柯洁的棋。所以会不会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关系，受到一点 AI 的影响。这个说是这个啊，不容易想着。对。像这个容易想到。是吧？这个不容易。对。
想一种去向有可能。嗯，他是觉得在这个地方啊，走这个地方按照你的步调走，后面觉得打不开局面，走这个呢先试一试你。你要搬正面呢，我就搬正面；你要搬正面呢，我就搬正面。嗯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应该是想试一试白棋的应对手段。嗯，那这个局部呢，白棋好像也不太想退回去。退回去是吧？嗯，退回去有退回去的心情吗？刘老，我如果对手靠过来的话，心情不好。嗯，心情不好。但是呢。AI 给的方向啊，说应该退 就应该冷静的退啊，应该退，就意思就是你这步棋跟我这个交换，你也不见得便宜，对、他觉得退一个呢是一个好的选择，嗯嗯，退一个走什么？退一个局部，感觉这个黑棋可能也不会再走了。走一个呢，我也没关系，嗯，觉得这个并不便宜，嗯，但是柯洁没有这么选。作为人类，我们可能咽不下这口气。嗯、不，我、我也是觉得第一感想搬，对吧？啊、也想搬，咽不下这口气的。但是搬下来，实战就这么搬的、嗯，被反搬了之后啊，嗯，这就形成作战了。对，他是有这个，是他的预案，就是想连搬，想走成这样。对，这搬下去是也是很厉害的。嗯，你最不能下的是什么呢？最不能下的是打了跟他走啊，这样，这样并不好。对，这个像这种。俯手，这个反而不好，嗯，不好，嗯，你要是什么这么打啦，嗯，像这种啊，其实是并不好，嗯，这个给他搞得很乱，嗯，这是黑棋的预案吧，嗯，实际上他这个没办法，他是粘的，嗯嗯，好像也有说是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，哦，连扳，这个感觉很神奇了，神奇了，哦，那黑棋会不会就是直接扳完了之后，嗯，扳过来呢，扳过来啊，嗯。啊，然后压过来呢，啊、会这样吗？还是搬这个？搬了它断了。哦，这个好像不敢搬啊。嗯。哦，这样哈、啊。啊。这个是不是？我也不知不明白。嗯。嗯，这个他是觉得这样。是一个好的选择，我看啊，哦，这个黑棋有可能也会选择打这个，是吧？打吃这个，然后长，这样作战，这个倒不怕，会吗？这个可能不怕啊、可能不算怕吧。这个，嗯，哦，这个害怕吗？嗯，不知道哎，不知道啊，试试看。行吧，这个反正我们也没有争夺冠军，我们可以摆摆看，摆摆看吧。哎，这个棋黑棋走这个是要被靠死了吧？这个不明白，这个不明白，我也不明白。嗯，好像这个有点搞不清楚了。嗯，是吧？很复杂，这个有点复杂了。嗯嗯，有点复杂，这个搞不清楚。嗯。这个有点危险，好像。嗯，是的。嗯，有点危险，这个棋。这个不是，他可能是会，他这个 AI 给的太复杂。哦。嗯，他可能说要打这个。哦，打下面。哎，对对。嗯，然后这把那个吃掉。哦。这个是。那就是形成转换了。形成转换。嗯。我给摆一下这个参考图，他打这个，对，打了粘上。嗯。你提掉。他在爬，在跳，这是 AI 的参考图。他认为这样下的白棋，可能是最佳选择。嗯嗯，但是这个，说这离我们有点远了啊。柯洁就没往那儿想，柯洁就粘上了。对，粘上了。很刚这步棋啊，很直线的。跳一个，这个我的第一感，我也是觉得这样挺好的。嗯嗯，感觉是这样。嗯，感觉，白棋啊，黑棋破了白棋这一边，但是这一边的潜力黑棋也没有了。你这个我这都有尖呢，嗯、你在非要在我这个地方折腾，嗯，我觉得这么你要在那个地方下，我就这么进攻你，你这个走的有点过强，我觉得，我第一感是应该这么下，嗯、但是呢，他们给的是比较强硬，他觉得他说应该走这个，啊，这步棋。
想不到，对，想不到，嗯、这感觉。这个黑棋好像还欠一手棋啊，太强，嗯，这黑棋下的比较强，这 AI 的想法啊，嗯，这个跟我们还是有点有点差距，不行，我们又想不着，对，实战，我们看实战吧，嗯，实战黑棋呢，其实飞了一个，嗯，也是想要对这块棋有所联络，同时呢又加强这儿，对，啊、等于说它是一个比较高效率的把这个棋走的话。你想、嗯、我这个正常是我这飞是怎么先生，嗯，对，这个是白棋的绝对先生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那么第一个有个长，嗯，哎，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是那个什么，就这么飞了长，我觉得就也就很大，嗯，是吧，对，哎，总是要走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棋形吧，嗯，这个感觉黑棋是高效率的连回，嗯、对、那这个时候柯洁这步棋就很不给面子了。嗯，他走什么呢？黑棋刚刚走在这儿，嗯，白棋现在马上就来穿上。这个比较强，对，对，实际上这个形状啊是有缺陷。嗯，哎、本来是我可以点可以飞的，现在你要撑一道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穿过来，穿一个，嗯，这个是比较强的。对，我现在黑棋不能，肯定不能走这儿。如果走这个，这就变成如果走这个，嗯，走这个，它这个有冲断的这种可能性。嗯嗯，这个感觉黑棋战斗有点辛苦。不是，它这个要小心这样走。嗯嗯，这个黑棋要处理两块，好像有点累哦。哎，要作战一下。嗯嗯。但是呢，黑棋顶一个呢，啊，你那个下去可能暂时不敢。哦，对，我现在，你暂时下去的话，两头他们太忙了。对，感觉这块棋还没活。嗯、对对对、啊，可能是不行。嗯，哎，这个棋，他只是要借这个力之后再跳一个。嗯，哎，跳一个。那这样呢，黑棋肯定得在这个地方硬。嗯、靠，哦，黑棋这步棋感觉也是。是。挺靠一个应该是一个常规手段，不走不合适吧，是吧、嗯、现在靠了之后啊，白棋是跳的，嗯，都是下的很强的，对，这个长一个呢也是可以考虑的，长一个、嗯、长在这里、啊、嗯，长的话黑棋是会继续贴吗、嗯、还是贴一个走这边啊、嗯、贴嗯，贴一个也可以、嗯。贴一个，这个呢，还是我怎么觉得这个也很大？嗯，这个棋也很大。那个被飞进来，也没有活，是吧？对。嗯，你要是搬的话，它这个往这个地方走。嗯。如果你走这面，它再出。再出头。嗯。这也是一盘棋。对。一盘棋。嗯。他不长，他是走的什么？柯洁走的这个，对，搬这个，从这儿跳出来，这个搬一个也是抢这个头也很大啊。但是他看中的是这个，这个头，嗯，哦。现在选择一个粘，一个退，选哪个？嗯，粘也是可选的一个，因为这里有冲断呢。对，是吧？对，黑棋这个时候粘这个还是虎这个，好像。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了？嗯、粘应该选哪个？都好像你走这个有被便宜的地方，这儿有个冲断。嗯，对。这个冲断怎么补？感觉只能挑一个补了。有点难受。对对对，有所难受。嗯，有点难受。你要是走这个，它也是搬。嗯，就是这样，双一个啊，连搬可以考虑。哇，这个很强硬。哎、可以考虑这样。嗯，双了吧，连搬，比这个要强。对啊，果然是战斗型的棋风。哎、对于这种这个关键点，还是这个非常清楚的。哎，推一个，再压一个、嗯、啊，这样白黑棋就把这个头拧过来了。嗯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嗯，那但是他没走，柯洁就退一个，退、嗯、退一个，他没有走那么强。嗯，退一个粘住，粘上。但是这个我觉得特别大。啊，这步棋很大很大、嗯，这个是一直想的，因为黑棋不管是走这个或者走这个，这个特别大，嗯，因为它关乎它的眼位，
它不光是木的问题，这个眼你这个要死活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是期待已久的，要抢，这个要抢，这个特别大，对，这个这一走呢，这个眼位扩充很多，然后还沁角本身很大，然后它关键死活问题，双方必抢的这个是，他可能就是想。我只要抢到这个，我退一个沾一个，也别啰嗦了啊！这个被你连扳，我还搞不清楚，干脆我就是直接到这个。但是这个黑棋这个挺厚，这个很厚。看来这个高手跟这个 AI 的想法差不多，对，都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大。对，嗯，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哦，这个有点俗，可能。这个我这个白棋现在是沾不上了吗？对，我这个里有这样，对。我打吃，对，我立一个，我冲下来打吃，我只能粘住，对，我这加过啊，加过的话，这个你看我这铁厚我就发挥了，对，我这样被分开是不行的，如果这样我就觉得一下子我就得手了，我只要一分开我这个死不了，然后两头我就能够给你拽着你粘斗，如果能走成这样黑棋可以啊，是黑棋可以，嗯，好像能粘斗，所以黑棋猴的时候白棋不敢粘这个，对，我觉得他不敢吧，他可能得不敢，得防一下下面吧，对，防这个冲断，防冲断吧，他就跳一个就防了，跳这个，跳这个吧，跳这个挺好的，这个我以后还留下了这个扳回，对对对对，你猴一个他可能跳，你冲过来我就扳过算了，上面再说了，因为你这个已经厚了嘛。厚的时候别厚的时候离你远点。哎，你这个不是都已经铁厚了。如果我是粘在这儿，那我要粘给你作战冲断还有可能。我都这样了就给你，你厚了就让你走了，以后我只削你，我把这个都捞掉。也可以。这样看起来白棋还挺灵活的。这样就算了。然后这个棋白棋黑棋啊。一猴的他会呢要跳，可能也不见得行啊，所以啊，干脆飞是比较好的啊。这不据说这个飞好大啊，直接飞算了。你这个时候啊，让你往外跑，你跳的我还不给你过啊，就这样，这样是差不多。反正是，这个你也不敢下来，你下来我这一分开，你两头都得首尾难顾。是的，你不敢下来，反正你往前走的顺势，我把这个也补了。这样可以考虑啊。黑棋应该虎飞、飞，应该飞是最、最这个目数很大。对，他实战走什么？实战黑棋挤了一个，对他几个选择啊，他觉得这个好像被他一跳也不行。那别的呢？他总想用墙，这个地方想用墙，他最后选了一个这个，对，挤一个。其实这个挤啊。没那个飞好，没有那个飞好，挤呢他肯定要打一下，下面看白棋，他觉得这个形状摆的不好，他觉得你要是补这个呢，我能一下子我吃在这里，啊，这样，他觉得我这样比较好，先手，对对对，他吃提，对，对，这个时候白棋的力，对对对对对，他觉得这样呢，我能够先手。能定型成这样比较好哦，但是呢，白棋没有走这个，白棋没有虎，白棋柯洁他走的是虎，虎在这儿，对，虎这个很灵活。他说你啊，打这个是首先是不行的，因为我能粘上，这样黑棋再打吃，我能粘上，虎，我能靠住，暂时是。没问题，这个杀气黑棋不够气，白棋能长气，对对对对，杀气不行，你有没有办法，比如说我走这个，这个肯定不行啊，这个冲，对，我渡过打吃，粘上搬，对，我点，我好像好像粘上也可以，对吧？你先把这个打掉吧。好，打掉，对，对，不给你有任何对变化的机会，对对。然后我再一粘，对，这样，你就做一个眼，对，这就有眼杀瞎了，就做一个眼就行啊。这样，最后黑棋是这个地方不入气的，对对对，啊，这个对杀是没有问题的，所以啊，这个棋。就这个打是不成立的，所以呢，我才敢就这样虎在那里，
好，这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黑棋怎么办呢？是明俊是先在这儿立了一个，立个是不损一个劫财吗？哦，对呀、啊。但是呢，可能觉得这样平静一下心态。这个感觉，这个地方是要开劫，还是开劫？还是去劫财吗？啊、哦，就这步棋，我也不行，也没有进入读秒，现在不可能进入读秒，对吧？这步棋就有点。这个也没关系，这个也没关系，反正一个劫财，这个没有还。没不影响，然后他是这个是不行了，那走什么呢？实战呢，他是打了这个，打了这个，但是刘老这个棋黑棋为什么不先把这个打掉呢？应该打掉，应该打掉，我觉得应该打掉，打掉再打这个，不就黑棋就没得选了？对、啊，黑棋你总不至于这样吧？这样不是你打劫这样，这样不行的。这样我这边还是有劫财，不这样，我直接搬下来给你打劫了。这个打这个劫，那这拐是劫，对，这可能不行吧？那个拐太大吧？这个白棋不行哈，这个劫可能不敢吧？这个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这个吧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这个劫受不了，所以这个棋。那这么看的话，黑棋这都已经立了，这还不跟白棋打劫吗？对，应该打掉，他可能。我这个不理解，只能问他本人了。我觉得应该打掉再打这个比较好吧。没有理解这个其中的逻辑是什么。对，他是单走了，让给白棋了那个。对，但这个真的就很像那个黑棋星位，白棋小飞挂角，黑棋这边飞，然后以后这个白棋点完了一班。黑棋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，反正我都没听懂。没有，就是那个星位那个白棋挂角，黑棋小飞嘛，然后点角定式搬这个黑棋拐，然后白棋一虎的时候，黑棋好像不打这个，感觉有点说不过去。说不过去，对，我们总是会打掉的嘛。抱歉啊，观众朋友们，这个。反正我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黑棋这个棋为什么不打掉？就是说他就应该打掉，就是应该打掉再打是最好，是吧？这样呢，他单打了，他还让了一下，他就直接下来了。这个时候打白棋是不是就把你吃掉了？那也应该打，好像这样的话被白棋搬了，让给白棋了。关键这个搬完之后，以后这还有断呢。他觉得没事儿。哦，他觉得没事儿。你目前来说断。他我这个反打。是不是？暂时这样。打这个。那我这个以后这个地方会有。就算是争子有利吧啊。就算走这个是吧他大概走这个。就弃子了。弃子。弃子。这个子就让你吃了。争子有利，争子有利。目前争子白棋有利，我这个断先，因为我断是先手，对，是的。你只能争这头的话，我就能跑出去了。那我现在只能吃这个，这样。是这样。他是柯洁啊，他是这样，搬了。这个地方我看他想了很久。柯洁这个地方是，他要。动脑筋了，他怎么几个选择？他如果在这个地方断，像你刚才说的，他会吃这个，吃这个，然后粘上，那他又拐回来，拐回来，他要给自己走重了，下面呢，你要再断也没有用了啊，你还是可以断加住，断不断的话，被这一打一躲脚上有问题哦，那这样的话，只有这样，还是刚才那一招，对，还是刚才那一招，对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哎，对，这样，因为别的哪面争都不好，能这样，大概是这样，对，但是呢，这个就中了，这两个就不要交换为好啊，不要交换为好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地方白棋还有官子便宜。对，这个交换了之后啊，走干净之后，这有可能损木了。对，实战就是，实战呢，柯洁的选择啊，他是搬了一下，我们看他的选择啊，他就我们摆这个图啊，他可能不满意，
他可能不满意。嗯，所以呢，他的选择是什么？他选择是搬家。搬我肯定是要拐这个，是吧？对。我这个地方没有其他选择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嗯，是不是再爬一下？我很想再爬一下。嗯、其实爬一个黑棋有点难受啊，这个棋我这个虎感觉被你便宜了啊。啊，那我如果吃的话，这好像又被你有一个度过。对，哎、吃我倒还好，我觉得。嗯。可能他是不是就打这个啊？对，爬一个他，咱们看柯洁怎么走啊？嗯，柯洁实战，实战这手棋有点是高天外飞仙的感觉。哎，走到这个五线上来了。对，柯洁是高棋、这步棋是什么意思呀、什么意思？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嗯，真的是看不懂。他走哪个他觉得都不太满意。刚才那个，他在这个地方吊一下，看你怎么补啊？看你怎么补。看我怎么补。对，那我如果就正常的这样补呢？哎，那我便宜了啊！我便宜了，而且你这么补的话，有可能更加的不太满意，因为这里面还有棋 啊，我还没补上是吗？啊，没补上，你走什么呢？嗯，再走什么呢？好像是不好走，不好走是吗？不好走，嗯，你那难受。我黑，哎，你黑，哎呀，我走这感觉要出问题了啊！啊，对，这，我知道这儿还有问题呢，这有问题，这里也有点问题，看见吗？这里也有问题，我这一断你走什么？断我只能走这个啊，那这不错，嗯，那我断这个呢？断这个我好像也只能打这个，要打这个，打这个，嗯。只能走俗手了。这个对，这个但是呢，这个棋啊，你就稍微的有点儿强硬，过于被白棋有一些后续手段了。啊、白棋现在还在犹豫，是这面还是这面，反正有味道了。他就是先看一步吧，先看你、看你怎么硬，对吧？对，看你怎么硬。如果我缩回去的话。他就可以先脱先，还是爬一爬？首先，我下一步啊，下一步我这个跳总是一个大棋，对不对？是这个跳还是个大棋？对，所以呢，这个棋呢，黑棋啊，他来了一个什么？他来一个这个小跳，哎，补这个呢，那至少我这一步棋也是个好点。嗯，他这么交换了一下，这样交换了一下之后啊，对于上边的浅消。白棋得手了，就是我这儿削了一个，你这个成不大了。他、是这个用意，这个比较高深了啊，其实现在这个时候白棋爬一个也是可以考虑的。哦，哎，但是爬一个黑棋如果打吃的话，这两手棋会不会不便宜啊？我觉得不亏吧，不亏 啊。以后有可能你交换不着，以后再爬完你再走这个，有可能人家往这边走了，就不会走这么交换了。嗯，就是说感觉上面的价值比这边要大，不，有可能消不到了啊，他可能不会这么老实的跳一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柯洁，我们看看啊，实战应该这个他的实战都是有道理了。我们看看柯洁的走什么实战呢？他是直接断上去了。他觉得这样断呢，马上给一个结果。点一个，然后点他就粘上。这个对，感觉黑棋心情很愉快，点不便宜不知道，不见得便宜。哦，不见得便宜。感觉把白棋打成一个饼，心情还是很愉快的。对，然后对黑棋打吃，粘上，粘上。这个时候黑棋还是只能把它对他争哪个都，我的最希望你得往哪头争都行，哪头都争不掉，你不可能走这个，对吧？走这个我这一段走这边一段出事儿了，所以呢这个棋这个是最好，嗯，因为现在你断呢、断这个它有一个反打，对，它有个反打，暂时你这个断没用，对不对？对，暂时没用，所以呢它这个加一个还是可以，嗯。变成了一个转换了，对，把这个吃掉。柯洁还是要下面了，黑棋打吃，打吃，白棋提，现在这黑棋白棋把这个
捞了石木。嗯，那现在看来这两个交换呢也还可以，也还可以，也还可以，也还可以。嗯，它中间它对它削后面是有帮助的啊。哎，感觉有你要再来打，它肯定不硬了，哎，它就会脱先了。嗯，那么借这个地方呢，暂时稍稍有点薄位，但是暂时没问题，黑棋也挺厚。嗯，这个棋局啊下成这样，虽然你捞了很多，但是这样呢还是很接近。对。AI 给的分啊、其实跟当初的布局啊最初的分数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啊、走了半天谁都没嫌疑得了。又回到原点了。差不多、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势均力敌的一个布局。一个状态。一个状态。你看走了半天只是你后势得了很多。嗯。关键是后势怎么用的问题。你要会用。才行，这个后势很好，但是呢，它、能折回多少？这个折回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？对，这个其实有一句话叫“高者在辅”啊，就是说其实啊，棋高的是要在中间会走棋，中间你能控局，那你是高棋、对，你要边边角角谁都会，边边角角最容易。是总共变化也没有那么多啊，我们已经发明了很多定式了。对对对。现在就其实考验白棋、黑棋，考验黑棋。中间太广阔了。广阔的地域怎么来发挥出来？嗯，怎么发挥出来？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白棋的一条龙了，需要一块白棋的勾棋。怎么走？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好，那现在呢？这个眼见呢，这条边上是最宽的了，最宽。对，现在那面算告一段落了，对，对吧？你再走，人家都在打车干什么管呀？人家都不看见，都是后手。你再补一个也不可能，补一个太那现在。怎么抓住白棋的弱点？对，怎么来出击？进攻，像他这个是个好点，你怎么搞他？你比如说你要走这个，人家搬了就给你吃了啊，这白棋就活了，就没意思。如果走这个也太难受了，就算他补一个，你也不亏，也不便宜。所以呢，这个棋不好走。现在呢，有一个反正有一个是厉害的，我看他是走什么啊？这个棋说是。黑棋正常是不是往这边走？对，感觉这边最宽，这边宽，最宽，对，这边挺宽的，或者是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走这个吧，这个差不多哈，这个很想往这儿走，是，很想，很想，这个或者是走这个，他实战是这个吧？他实战是走在了这儿，缩回去一路，缩回一路，这个有点奇怪啊。我们如果走在这儿的话，两边是一样宽的。对，走这个好像第一感最容易想到的是这一步。对，而且我下一步，比如说往这儿走，是一个棋形啊。为什么不走这个？对，为什么不走这个？啊，不太明白。我反正第一感，我觉得想走这个。拆在中间。对。他实战在这个地方走。对。进了一路。这个不是给他。给白棋留下了一个绝好点。舒服一点吗？对。是吧，这个会舒服一点。感觉是这个。这个呢白棋你往哪个地方走哪儿走下一步。他不明白。对。他在这儿。在这儿。然后。这个白棋肯定是打入了。他是这个。对，是吧？对，这两步棋让我觉得有点软弱的感觉。对，有点缓，有点缓的感觉啊。很奇怪，两个有点没使上劲儿的感觉，是吧？对，没有使上劲儿，就好像这棋黑棋已经优势很多了。再会下这样的棋，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下的这么的，是不是怕缓慢？看，打入这个。有可能这面就不会怕了，这面你再走这也便宜了，那对，是总是好的。那肯定是最能说明问题这个或者怕这个，是吧？有可能这个怕吗？能怕吗？我觉得不怕呀，你觉得不怕？可战，对，反正我不怕。这个怕不怕我不知道。这个黑棋怕吗？
我觉得不怕，也还好吧，还好啊，嗯，毕竟这个对也不是很宽的距离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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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这个黑棋总是有棋下，黑棋有棋下，嗯，对，嗯，我觉得可不怕他应该打入，嗯嗯，最主要是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它还有缺陷，嗯，有什么缺陷啊？一会儿我们看看，你比如说这走这个地方是有个什么缺陷啊？嗯。我正常这两头都不行，因为这个呢，它这一尖，嗯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这就搬过了，是吧？嗯，这样没棋，嗯，没棋，嗯，它关键是有一个这个，哦，尖我如果爬呢？它有个靠，哦，有一个靠，嗯，那我如果搬这个的话就没眼了，嗯，是吧？如果搬这个，嗯，它是这个，对。对的，啊，这样白棋好像现在没什么目了。哦，您那要有一个过，嗯，但是没有什么目。对，嗯，是这样。嗯，那个过的话有点委屈吧？嗯，确实是挺委屈的，屈的没有走到目数，嗯，哎，有点委屈。嗯，对。那白棋不让这么下的话呢？啊，能不能挖？哎，你说一个。嗯。这样，嗯，能不能挖呢？如果挖，粘上，挡住，哦，这样那就黑棋太高兴了。嗯，黑棋就把上面两个子挖断了。对了，啊，这个黑棋高兴了。嗯，这个不行吧？对，这个白棋不行。那这样看的话，黑棋这个棋更应该拆得远一点了。这个这吃的小了，为什么不拆大一点呢？可以吃多一点。肯定他有他道理吧？嗯，他这个身，他怕不怕柯洁什么呢？他这个想什么？他是他想，我要么我理解就是想走这个。嗯，白棋有什么办法？这两个好像都不太舒服。嗯，他可以尝这个，尝这个。嗯嗯，那黑棋如果说，嗯，如果说我冲下来呢？哎，对，冲下来。嗯，不，先说这个啊。啊，如果走这个的话，嗯，他度过呢，这两个没有交换，就你没有挖断了。哦，那我如果这个时候再挖呢？对，嗯，这两个没有交换，它有一个这个。啊，这个是手筋。这个就不行，哦，黑棋不能挖断。这个黑棋是连不上了。刚才是有一个挖，有一个这个就不行了，嗯，是吧？冲掉俗手。对，所以说贴是不行的。嗯。哎，所以他长这个，你又没有的，他可以下来啊，再冲，再往上来一下。嗯。这个比较强。嗯。这个比较强，再贴。嗯。我就嘿顶出来。顶出来。嗯。这个因为他这个都很厚了，他可以用强。啊。这个是一个手段吧？嗯，是。哎，这个吃掉三个还是有价值的。对，这个是比较强的一个手段。嗯，对。也许黑棋可能是不是想这个？哦，我们揣测一下他这个想法啊，哦，为什么会进一路？哦，是瞄着这个地方有棋吗？也可能瞄着棋。嗯，这个地方有点弱点啊。嗯，他还跳在这里。对。这两步棋，嗯，比较稳当，比较稳当，太稳了，很憨厚，憨厚。嗯，他是柯洁来一个这个，嗯，他是希望什么呢？希望你搬，嗯，他可能就退一个吧，啊，哎，你立一个，他就往上走一个，嗯，他希望这样走，这个形状不太好啊，对，这个被白棋一吃，黑棋什么也没有走到，嗯，对，这个棋应该是。感觉白棋这样的话还打得比较开，嗯，是吧？是，打开，他没有这么下，嗯嗯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实战是选择了扳底下，扳底下。哦，那刚才那个图肯定是黑棋不好啊，哦，他选择了扳在了下面，他就退一个，嗯，退这个，嗯，柯洁就按这样下呢，他只要把这个处理好。其实这个棋啊，应该出这个手了，嗯，应该出手，他没有走，对，然后呢，他是爬，嗯，这个扳是一个
让黑棋有点不知选哪选择，稍微难受一点。对，这个真的挺难受的，黑棋是吧？嗯，有点难受。好像也只能退了吧？退一个、啊，嗯，走别的不没有地方可以走了。走别的有点不像话，不知道走什么。对，如果黑棋粘这个的话，这被打完一虎，黑棋还没虎、哦。对，嗯，好像只能走这儿了。走这个啊，嗯、对。被他便宜着一球，嗯，那还算白棋也行啊。对，但这个时候白棋下的特别狠，哦，还要来吃这个。这个吃可能有点过。过了啊、嗯哦，这个棋可能是飞一个比较好。嗯，飞这个，黑棋立就算了，立也就往前拆就可以。往前拆。拆完对那个还有，也是一步大棋，这两个就给他了。嗯。战姐还不让他活吗？我觉得实战柯洁好像就是这么想的，就是不让你活。不会，不然他打上去了。对，打上去过分了。嗯，过分了。嗯，这个下的有点开，有点顺手了。他前面太顺手了，嗯、有点欺人太甚了。不顺手了，他一看这个、嗯、这不叫不上劲嘛。嗯，这觉得有点稍稍下的。顺手之后下的稍微过强了一点，越战越勇了，这是因为一顺手一看对方啊下的不对，不在位置、哦、容易这样，所以这是谁给他的勇气、是对方申明俊给他的勇气啊、哦、原来是这样，给他下的这有点稍微委屈啊、哦嗯、是，其实这个时候白棋飞啊就已经相当好了，嗯、相当好了，对，立了一拆二，全局呢你看都舒展开了，黑棋啊你看越来没啥作用，白棋的空多好下、嗯、这给的分也特别高，现在是啊、哦、这个白棋就应该这么下，是很稳当的一个那个什么，不用没有什么风险，嗯嗯，他打一个打黑棋呢就要那什么的，该黑棋了、啊、黑棋平常现在出手这个比较薄，嗯，那个可选的点很多，还有这个地方马上出手也很厉害，嗯，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地方出，这个时候是个时机，这时候出手也很厉害，对，这个时候走这个考验一下白棋，嗯，不知往哪儿走，小范往哪儿走，我瑟瑟发抖不知该往哪走不知该往哪里去，不知道，嗯，就挖这个、嗯、挖这个，嗯，那这个被两个被干掉很大，嗯，这个挖掉很大，而且下面尖一个，尖一个粘上、嗯、啊，我脱先，脱先这一跳还先手，对，我跳我就是只能补过去，那如果这步棋大的话，不，这也很大呀，这个不敢不补吧，对吧，这个那也是这样的，黑棋很厚实、嗯，对对对，我这也飞不过来了，这被你冲断我不行。不是，我可能不冲断了、嗯、就从上面进攻了。我现在可能只能在这儿自己补一个有可能。嗯、往哪儿补确实也不知道。补个老师的或者补、大猴子脸。或者是补这个、或者补这个什么之类的。这样把黑棋啊就说本身木啊就攻的你就有点难受了。嗯。嗯。你是这个很厚，这样黑棋很好，嗯嗯，是个机会啊，那反正至少这一靠啊让白棋会动脑筋了，嗯，不知道往哪下呢，他得去做出选择，对，做出选择，嗯，然后他没走啊，没走，还是没走，嗯，他是黑棋是先攻的这面，嗯，黑棋现在是尖了一个，哦，尖了一个啊、哦！但是他没走出刚才刘老的这个手段，哦，他是又缩回去了。走完之后，这个啊、哦，对，有问题。这个是怎么回事？有问题。这个有问题。有问题。这个、问题嗯，哎，柯洁走得好。嗯，他是想是这样，你走这个啊，我搬一个，哦，难受你。哎，对，嗯，或者说不走了。不搬一个也、嗯、搬一个白棋还挺难受的。嗯、他柯洁走的很好，黑走这个，很妖娆的飞，飞一个啊、哦！这步棋是什么意思啊，刘老？是你刚才这个就没了，嗯，对吧？这个就没有了。对，这个我是挖一个就可以了，不存在了，嗯，是吧？嗯，这个没有了，你大概是长一个，
尝一个呢，我这基本上保持活，关键我是想以后啊，这个地方还对你有威胁，嗯，我要时机一成熟，我要会这样的，嗯，这个你会很难过，嗯，这个还能下去，嗯，就是说有这种可能性，就是这样来一下你，你怎么办？嗯，我头有点胀，威胁你，威胁，嗯，他等于这个还多一个威胁，这个呢只是防守一下。对吧？搬的话是防守，嗯、对。以后，但是，嗯，像刚才刘老师说的，这个好像防守完了还没讲完，黑棋还能虎过来，嗯、对对对，再次难受你。对他这个好，嗯，补掉了这个。这样走完之后啊，他再来转身，其实这两个交换不好，嗯，不要这么下。这个两个交换来之后，白棋也放心了，嗯，而且你下面还有个飞，对。他走什么呢？实战黑棋终于出手了。要来攻击白棋这块，点在这儿。选的这个，嗯嗯，别的地方你如果这面攻，嗯，他跳一个，他怕攻不着。嗯，是棋星。哎，要这样攻，他可能是不是这样？嗯，有可能这样。有可能是吧？对，哎，黑棋也挺难受的。他是这样，嗯，这样是不是也是这个？哦，那黑棋这个地方跳一个，跳一个啊，嗯。漂亮，这个哦，反点我本来还想能贴过来呢，要是刘老师在这硬，我就贴过来了。气死气死！哦，这样我只能粘上。气死气死！哦，这样那我只能跟着你硬了，这不能被你贴过来啊。哦，那他就这样回家算了。别回了，回家算了。嗯，回家吧。这样倒是也挺简明的，白棋。嗯，这样如果这样，我觉得白的还行。嗯，他能回家也算了。嗯。也能凑合啊，对，哎，飞一个跑得挺快的啊，感觉是要跟自己这个回家这个，想赶快连上，对，俩俩相望的感觉，这个跑得挺快，对啊，白黑棋倒是也不能去这种冲断也不行啊，冲断，嗯，你说挡了断呢，啊，他可能还不见得挡了，啊，白棋有可能，哦，也可能这样。清零的下法，灵活了就哦，这样我可能中套了，也可能灵活了就哦，这样我可能中套了，我只能就哦，那要这样是虚晃一枪，其实是不是那要这样的话，白的还行啊，这个黑棋不能接受，嗯，那我冲一个可能就是中计了吧，中计了，我觉得点完之后啊，啊，点完之后飞一个吧，飞哦，还是要分段白，这个还没活呢，好像。啊，哦，对，嗯，那白棋我贴，这个，我得这样，嗯，这长完之后顶没活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但是这个我好像可以跳进去，哦，对对，哦，对，嗯，有一个脚上还差一手棋，对，活了，我这个几先手这个里面，对对对，这个有很大的道理，他跳进去，啊，有道理，这个眼破不掉，嗯嗯，这个眼破不掉，嗯。我们来说别的，来看看实战，啊，好，看实战，看实战。嗯，实战是到了白棋没有飞。嗯，白棋柯洁选择了一个小猴子脸啊，嗯，看怎么下他。这步棋好像是，嗯，我觉得比较容易想到的。嗯啊，嗯，对，嗯，他说你看你走什么？你要这个的话，嗯，他再这个也好一点。嗯，哎，他是这个，对，他选择这个。然后白棋这套过来了，干脆气死了。他说是这个顺着借着力往中间走，哦，只要你吃不着我就行，嗯，是吧？他搬一个这个棋啊，你要硬动啊，只能越来越差。他眼位不怕，嗯，很难过，是吧？对，我只能跑这个啊，哦，这一家你很难过，嗯，所以呢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嗯。刘老，这个地方黑棋不能顶过来吗？你说这个啊？啊，对。哇，这个顶很硬啊！这个很厉害。我就是目标很明确，我就要吃。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。这个棋，我觉得的确很厉害。嗯，很厉害。这个好像吃点子，好像挺强的，好像挺强的。哦，嗯，这个我冲过来。嗯，很强，这个很强。这个。吃这个可能你都，这个很强。嗯，这个我粘上的话，你会打出来吗？嗯，哦，
你看，不会，我应该粘上。粘上啊。嗯。对，这个弃子了，我可能就这样了。弃子了。啊，弃子了，这样、嗯。那我这个地方还牵手棋，还得补一个。嗯、弃子了。嗯。对，可能都这样了。啊，这看起来白棋还不错。不错吗？嗯，因为我觉得我这手棋实在是有一点点感觉，有点想哭。这手棋放在这儿、哦、啊，这手棋感觉没有任何用处，效果不好，嗯嗯，就是效率不高。对，你要说我们这样下我还行，但你这个顶完扳是、嗯，我觉得是很强的一步棋，很强。眼里面只有这点目数了，很强。嗯，这个棋它是走什么呢？哦，是这样，黑棋是选择了没有让白棋这么轻易的安定。嗯、他那个弃子，他不想让你弃子，他走这个、嗯、退一个。对，然后黑棋粘住。走得很硬，这个很硬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样白棋的头也很畅呀。啊，这个白棋能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对，白棋就往前跳了。他这个呢，就是这么空旷的地方，我前大踏步的往前走。嗯。这个地方就残子，就反正算吃，你吃什么都给了。对。这样的话就是控上啊，白棋还行。嗯，如果你这个成不了，没有什么大作为的话，控白的好。你都是小、嗯、你看这木吃了都给你了。嗯，这是小木，这个地方呢中央如果只是围一点控对抗不了。嗯，如果他在你中央穿心呢，叫四子穿，四角穿心，四角穿心，就控不够。嗯，需要这个要用力了，嗯，要发力了，发力，发力，该是你表演的时候了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嗯、黑棋嗯往这儿又跳了一个，稳当，稳当。这个一个尖加上两个跳的这个形状，它的风格看来真的是非常稳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步棋是不是对这块棋有什么想法？不然他这步棋白棋这个地方也不能联络呀。对对对。对啊，很奇怪。这都这么强了还在这儿联络吗？联络也对啊。用不着吧、嗯、用不着。用不着，而且白棋也连不上啊。你走这个我也能靠断呢、啊嗯。对。走这个我再靠也没关系啊。嗯。不明白这个棋、啊。我这手棋为什么不放在外面去经营这个呢？现在可能他要走也是先走，他是走了一个，白棋走了一个。对，再走白棋。白棋就这两个，我实战是走了这个，再走这个、嗯，是吧？对。那这两个别交换呢，直接该走什么走什么。嗯。哦，先在这个地方定型，就是说这个地方你想怎么收？这个时候他是走的这个，走完之后再走这个。对。那这两个交换，我也觉得有点不好。对啊。这两个交换有可能亏。嗯。这两个交换保留啊，我舍不得走啊。嗯，要走现在走不就行了吗？是，难道是怕你这个？这个、那我不是正好靠出去吗？对呀、啊嗯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没关系啊。这个地方黑子越多，对于白棋这块棋来说，这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看起来。这个你要走，我更这厚的都发挥了。对，走的越多我也高兴。嗯，是。他要么还是怕这个，还是怕这个？怕这个。嗯。那我这个我煎出来呢？哦，煎出来、嗯、直接就隔断哈。对。哦，对，也有可能，不过这个也不怕，好像靠也可以、哎、啊。分段你的手法多手多样，没有这个理由。对柯洁还是、嗯、他对柯洁这么害怕、对，这步棋是什么意思？主要是这个可能是没有看明白，有点对，有点缓、哦嗯，实战你看他这个棋，他自跳一个，对，被白棋在这个地方走一个，嗯，的确是，我觉得这两个很关键。是，如果是我可能要么单长走，要么我直接就这个、嗯、攻过来了，对、啊，我要赶快中央啊。是呀、啊，感觉这是最空旷的地方。对你现在走这个，我就像你说的这个，嗯、我这个我还是可以不让你连上吗、嗯？对，是。是，我会这样，而且你走这个，我可能是搬在这里。哦，搬在这里。嗯，哎，这个你好像还没联络吧？对，还是连不上。这个地方白棋不能断，我是不怕的。嗯，你走这个，我这个你好像还没连上，走什么？嗯，这样进攻才有点味道，对，才有力。嗯，粘上我还会断。
就是不我可能不断这个了，我直接在上面走了。嗯，这样才是不这个断了就已经有收获了。嗯，好，是。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啊，嗯，这个时候飞机自跳一个，这个棋差很多。哦，差很多。对，嗯，这个被白棋走到这一下，好像白棋确实这个局势是，这就领先了。嗯，白棋就好下了。嗯，喘了一口大气。嗯，在中央走是吧？是，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棋局的讲解也进行到一半了，嗯，大家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，之后呢，我们再为大家带来后半程。好的，嗯，好，待会儿我们见，一会儿见，嗯，有微信多精彩，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。好，欢迎各位回来，欢迎回来，哎。刚才啊，这个最后是一步白棋走这个，嗯，白黑棋在这里一跳，自身一跳，白棋在这儿加强一手，这个棋呢，就这块棋它只要顺畅，嗯，它黑棋跳什么，它将两边都要下一步进攻，实际上它这个是最强的，你分段暂时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不考虑马上走，它这个是再加强了一手，让白棋走呢。那好，他下面是想是不是这里有手段？那实战呢？我看啊，他别的手段他也没有，他因为搬了这里有段，对不对？对，暂时没有用。嗯，哎，这个没有用，他是长了一个，最后的手段也就这样，他是很简单的一个手段。嗯，为什么走这个？如果你说来吃我，吃最狠的是这个啊，最狠的是这个，然后搬粘，对，对。哎，这个最狠的是这个，但是呢，它这里有个跳，嗯，这一个跳呢，这个地方这个眼呢不好破。如果你这个，我用这个先手，这里打过来，嗯，是吧？对。那你说好，我这个，我一爬，你还敢搬吗？嗯，搬的话，那又来了。哦，挤开是先手，对，哦，然后我只能粘这个，对。那我只能打是啊，只能粘这个。对，你和给我打这个劫，这个劫自身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。嗯，这个劫不敢啊，哎，暂时他不敢，因为这个劫太重。嗯，哎，这里面这个眼呢，就是说不好破。嗯，哎，这个劫，你看我提完这个长，再打这个劫，被我抓到这哪有这么大的劫啊，是吧？对，哎，所以不敢。那么好，这个棋呢？最后柯洁也就放着让你来吃我。啊，哦。最后呢柯洁这小身呢他最后选的这个。嗯。硬杀看来他不行。嗯。就算走成这样他想逼迫你在这里补活他也没走。嗯。他走什么呢他最后补的这个。啊，哦。他补的这个。其实你说如果哈，我在中央再来一个。嗯，他担心的什么？担心这个顶，不担心的，你中间有眼否？啊，眼位，这个没有一个眼，嗯，是不是没有一个眼？对，他担心这个，你的眼位这个地方，嗯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眼，中间这个眼在哪里？嗯，害怕，担心，对。所以呢白棋也没敢脱先啊，他是走的什么呢，他是切了一个，嗯，切的贴，嗯，哎，这个贴你总不能让我长吧，他总是要，对，这是要交换一下，是吧？嗯，交换一下之后呢他还不放心，再来一下拐啊，他说你如果挡的话，我如果挡的话呢，哎，我有可能脱先。哦，那这样我黑棋如果再这样来吃你的话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啊。嗯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假如这个嗯嗯，我黑棋缩小眼位啊，缩小眼位，对，这也没啥好想的了，嗯，就嗯，然后呀感觉好像吃不掉了。吃不掉吗？这个能吃吗？这个是不行的，这被一挤。贴这个啊，贴这个。嗯。哦。对。只能走这个。嗯。那我，但是这样的话，嗯，我团这个。
话好像被你打吃挤哦，我好像只能团这个。团它，但是这个先手是吧？哦，这个黑棋好像是有点难办吧？嗯嗯，这个好像。对，我这个杀的话，这被白棋一冲断，这个下面白棋有眼。这样。啊。是吗？靠一个。这个也是，嗯，好像白棋还得有没有彻底活、哦、没有彻底活，还有点危险，嗯，没有彻底活，这个需要、哦、需要那什么，黑棋还得要白棋再补一个，哦，嗯，还没有彻底活，没有彻底活，还不放心，至少还不、啊、你要有这个留子啊，还有点不放心，啊，那所以黑棋走这个，那我就再点刺一个，哦，刺这个，嗯，这个再多一个就放心了，嗯。再多一个可能放心了。对，他如果走这个，我好像他是要贴，要在这里走。哇哦，哦，嗯、这个白棋的棋形好像是不火，不换。对，这个、嗯、这个真的是有点复杂了。嗯，这个棋好，他放心再走这个。嗯，那么这个时候黑棋，你如果搬，他可能会点这个。嗯，我相信他会走这个。哎，他啊，这里还没有啊。嗯。好，下面黑棋这里虽然有个半死不活啊、嗯、暂时白棋不怕，嗯，那我现在就我的目标就是中央了啊，他走这个了吧，对，他走了，走了这个，这个、哦、这个，但是这个中央白棋已经刚才白多一手棋了、嗯、已经这儿白多一个飞了，那是感觉好像也不太怕，不太怕，嗯，他是之前又走了哪几步棋了吗？我看啊，嗯、他是没有，就是这样走成这样，是走的这个吧？对，是走的这个。哦，然后呢，白棋贴，黑棋现在开始用墙了。嗯，啊，黑棋搬过来，搬过来。嗯，那也就是说，黑棋认为其实我这个地方是有一些先手的，是有先手、嗯，是有一些先手的。嗯。这个柯洁这个地方也是，他走着什么？断上去了，直接啊、哦，下得很强硬。哎，他是105走什么的？嗯，他这个断直接断上去还是挺强硬的，看着这个往回贴，这个对，这个是、嗯、这个地方是个关键，嗯，这个地方是关键，这个地方没有活，嗯。不是，其现在是没事了啊。嗯，他就拽着你，叫总要想围这个空啊，嗯、这个空，得有办法才。这个时候是也有还有点机会吧，还是有机会。嗯，黑棋表示我这个我这边是挺厚的，有先手啊。他一贴呢，这个厚呢就发挥了。嗯，厚就发挥了。嗯。但是我觉得这盘棋柯洁好像没有退让的地方，没有退让，该脱先的时候就脱先，下的比较强硬，该对该强硬的时候就强硬，感觉搬一个，嗯，下的还是挺刚的这个棋啊，走这个黑棋搬、哎，这个时候是不对，他不是粘的哦，没有粘哦、嗯，没有粘，他是先尝了这个，对，先尝这个啊，先尝这个，先尝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要争子是吧、嗯？对，争子，嗯，如果吃这个。嗯，这个，嗯，打吃。哎，那黑棋这个地方如果提是先手的话，对对这个棋会不会有问题呢？我这个在考虑这个问题啊。如果这样、嗯、抓花，白棋争掉打吃，对，嗯，我下这个毒手看看能不能有作用。啊、嗯，对，好，对，这个棋活吗？这个棋白棋如果说，嗯，我现在走一个。走什么？嗯，有点犹豫了。走这个呢？条走这个，他搬一个、嗯。哦，这跟刚才好像差不多，这个好像活不了。哎，活了吧？怎么活啊？活了吧？活吗？黑棋走什么？黑棋，嗯，哎，好像活了，好像真的像活了。活了。啊、嗯，黑棋走这个的话，我一拐就活了。拐就活了。嗯。这不是入不了气啊？对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你
你走什么？走这个，我就这个就两个眼，就你这个眼瞪得远远的啊，瞪两个眼了。对，这个黑棋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走。那个眼就破不了吧？这边黑棋破眼了，白棋挤完吃就可以。对，这个就活了。那就你大概这个，我也是这个，这个你也过破不了。对，我这边还是我挤是先手，我就这个就进不来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这是活的。嗯。那这个应该他只要他有了这个一跳，活了啊，跳在这儿是活棋。对哦，那很简单，很清楚了。他就所以有这个活棋，他才敢尝这个啊，是这样吧？是这样，哎。所以这个地方柯洁的计算力还是没有问题的啊，很精确。柯洁受到你的夸奖会更高兴。不用替他担心啊，我们不用替柯洁担心他这个棋会不会死了。对，对，我们看看他的实战看看实战啊，实战的黑棋是长，也长，对，长呢我就只有斩上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棋呢。这块棋可能不容易吃了，这面这面有这出头那么多，关键是要顺势看能不能攻这个了，他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对，这个还没有呢，对，他走的什么呢？他现在来动手了，顶，对，黑棋现在就是这么走的，就是这么走的，顶完了扳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虎在这儿，对，实战就这样走的，对，但这样白棋是活的呀。活你的走这个，他是希望你走这个，你他把这个都走完了，他是想什么啊？搬粘双你的补吧，活了，然后他可能再来动手这个，他是这么想啊，有可能吧，或者是搬这个先生，搬这个是不是先生？我是可以挤过来，这个没有啊，这个没有，是吧？也可能这样。那么实战，他是柯洁来的狠了啊。柯洁是直接搬这个。对，直接搬这个。黑棋。直接搬我这么来呢？哦，那我就先把自己做活。做活。怎么活？这个可以吗？非典。这样的话我这个形状是不是好像不是。我想说我是不是有了这个子我就能活，但是这个地方不行，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是个假眼，这个不行。你走什么？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怎么办的问题？那我好像这步棋有问题，我这步棋应该是有问题。你要走这个，我这一搬你走我跑，这怎么办？哦，对，这样我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个没有眼，这个不是眼好像。对，你管这个？我不行，我这个是个假眼，假眼啊，这被你，我怎么走都是假眼，对对，这我就跟着走，就这个就是假眼，对对对对对，是吧？好，那我所以我飞不行，飞不行啊，我飞不行的话，我如果好像有点难度啊，这有点难度了啊，有点把我难住了。哎呀，这个眼位，你走这个啊？我如果走这个呢？这个对，就还是刘导刚才这一招，感觉我有点吃不消，吃不消哈。这我怎么活呢？不像活。嗯。那么看看走什么活啊？这个时候就特别想问问柯洁，这个地方怎么活呀？你请问你是怎么想的？这个。这个棋应该是不是还是那个什么？请问他是怎么想的？我们还是相信柯洁的计算力啊。这个地方我还是这个吧。哦，这个那还是刘老师这招靠呢？这个吧。那我这个棋我挖。对，挖一个。挖一个，挖这个啊，有这个挖一个，我打了才能跑了，还是吧？这个跑这个，
这个可能还是不行，因为他要跑这个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敢这么下吧？嗯，不对。嗯，这个行吗？这我一吃行吗？那我可以这样子。嗯，你说。我这个时候我团你一下。嗯。哦，团的话你可以吃这个。哦，团的话，您可以吃这个。这个。哎，我看看啊，这个鸡，嗯，很有味道。很有味道。需要品一品。需要品一品。好。需要品一品。品一品。这个鸡，那我如果黑鸡走在这儿呢？嗯，如果嗯。啊、哦。如果走这个。嗯。这个很有味道。还走这个，还是走这个？嗯，哇哦，很有味道。哎，很有味道。这个好像吃不了呀，吃不了吗？嗯，我再想想啊。我觉得一定有招，这个地方。嗯，我不相信吃不了。不相信吃不了。嗯，让我来再想想，再想想。嗯，这个好像。嗯，这个感觉有点难办哦。哎，这个白皙，这个保留这个粘的线索还挺妙的。嗯嗯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好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啊。嗯，这个黑棋是只能靠这个吗？啊，靠这个。黑棋除了靠，还有其他的这样的棋啊？它是要走这个啊，走这个，要走这个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啊，它是靠这个。嗯，是吧？嗯，靠这个。实际上，你这个棋啊，我如果挖呢？哎，挖一个，嗯，可以考虑一下。嗯，挖这个，嗯，挖这个，走这个，那我再搬。哎，这个搬好，搬好，搬好，搬好。对，是这样，可能有点问题。对，嗯，这个棋关系到胜负啊，这个棋是，嗯，他就是说黑这个地方，嗯，算路啊。我说是应该搬这个，可以一个拼一下。嗯，搬这个拼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嗯，但是我还是始终是一个很复杂的，嗯，也许是个打劫之类的。那我好像感觉还始终相信柯洁的这个计算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哎呀，没有搬这个。哦，搬这个他是贴这个，我就挖一个。哎。哎，这白的活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、啊、也有点问题是吧？嗯，看着是的。对，如果吃，嗯、吃，那么刚才，嗯，刚才刘老的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、就是这样。嗯嗯，这样是比较好。嗯，这个好像没办法呀。就不好办了是吧？啊、嗯，不好办了。嗯，白棋，你如果再团这个，那我走什么都贴着就行，啊、对，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好像这个吃也是有点，那我挖在那。嗯，这个挖好像白棋这个不活呀。对。这个看出来了，这样没有变化了吗？我是无能为力了，不知道棋友们有没有什么见解？但是我不相信，我觉得这个柯洁他应该可能搬柯洁敢搬，他没有搬这个，他是退的这个，这个地方、复杂，再一个他那个比赛啊，现在时间也是到这个时候已经。大家时间也不多了，嗯嗯，因为我特别复杂的，他但是这个结论呢，这时候应该拼。拼，拼的话里面是一个 AI 的结论，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棋。哦，很复杂的打劫。但是他不拼这个棋呢，被他就这么来了，这个就没变化了。嗯，他直接活在这里了。对，活在这里呢，这个时候铁活了。嗯，然后这还多一个回家。嗯，然后呢，你只有一条路要吃这个了。好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嗯，实战这一下呢，他是走的这个。是吧？嗯，这个可能也不要走，不要走好，保留保留为好，保留可能更加
他是走这个。柯洁给他施展是腾挪的表演。嗯，他是但是我当时看这个柯洁搬一个好像是用了挺长时间的。搬这个吗？嗯，我估计他是怕那个。但是申明俊好像这个长没有用特别长的时间。就你在观察这个哈。对对，我刚才看了，刚好看到这一幕。那就申明俊应该他这个时候应该咬着牙走这个了。他这个申明俊下的就比较太稳当了。感觉对柯洁是百分百的信任。他既然你考虑了这个，他其实柯洁考虑很多，就是担心这个班。对，或者担心班或者双或者怎么样，他担心你的硬杀。嗯，担心硬杀。这个班确实我没有看出来这个。班级怎么去活，甚至说是班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双一个是不是有杀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双一个有没有更强硬。对对对对。那白棋就从这边突出来。就这个棋这个太复杂了，比如说双这个。白棋从这边突出来。那我再给你冲断。继续突。粘走把那个分断。啊。我不知道这个棋啊，我也不知道了，这个我也不知道了。嗯。哦，这个又复杂了，这儿。对。这是不是还有别的？对，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手？对，这个地方特复杂。这个地方如果我对后面没有不存希望的话，我就咬着牙就这么想。嗯，我觉得扳是可想的。是。嗯，他好像是没看出来。AI 的结论可能扳一个是拼的最后的时机啊。嗯，最后的时机。你后面这个下的这样一长被他冲断之后，就已经啊，就只有那条路。那条路呢？路太漫漫了，就不容易走出很精彩的东西。那面路反而不好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看啊，这扎的已经都踏实了。对，这个这还留着后路呢。嗯，然后呢，只有这样了。嗯，他这一靠呢，他说你这个爪还有利用，吃不着啊，吃不着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想分段它，现在脑子里面只有走这儿。哦，走这个。啊，分段它。啊，这个。嗯。这个棋分段的话，我看啊，这个棋它这个是先手是吧？好像。哦，那我得补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那扳呢？扳我就拼了，我堵住。嗯。这个拼的话。不会，这个结果不是太好。他这个眼位就已经就很多了，这眼位就很多了。嗯。而且他这个中间呢，中间还有很多利用。嗯。嗯。比如说这个跳一个，这里面的眼位就很那个什么。嗯。跳一个你就不知道走什么了。对，我这个地方是不能尖的，这里有先手。啊。中间这个地方它就算尖了它挡住你也不好办。哦。你要尖呢我就算挡也没关系。嗯。这滚包也眼位很多。啊。不好吃吧。嗯，看起来好像是不好吃的样子。嗯。不好吃。嗯。是吧。嗯。不好吃这个。这个棋啊，他走了一个什么？他走的挤了一个。哦，挤。他是想是什么呢？他说你如果打呢，我借力。嗯。要这样。啊，这样。哎，对，他是这么想的。这样的话，我等于这儿多个子。我借着你的力量，然后我再攻你。嗯。这个下法，是当然也挺好。嗯。但实际上实战呢，柯洁就自己粘一个。其实这个挤啊，不便宜，不见得便宜。不便宜，有可能是亏的。哦，那还不如我那个呢。对，啊，有可能。嗯，这个是个，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下法。嗯，他不是，他怎么这个？嗯，是后面挤的，怎么写的？不是这个挤的，没有，是现在时候挤的。是挤的啊。嗯，然后呢，他走的，然后可以挤搬出来。哦。搬出来，这个是往上贴吗？不，他是觉得你一断我就往上贴啊，可能是这么想的吧。嗯，他是希望这么想。
柯洁来了一个，哎，来了一个，这个叫什么呢？不借力，这个很厉害。对，柯洁这个好，这一下子他动不上力了。对，你要走啊，你干脆就这样走，就来拼他，这样他没自信，他觉得这样走啊，被这个眼位，他没自信，他觉得可能吃不着，就像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啊。他说觉得这是他最希望的是走成这样，最希望走成这样。嗯，但是柯洁这个一跳啊，来了个清零。对，本来是这一步之后再这一步，这个思路我觉得不，他凡人想不到啊。他那个是借力，借力。正常人我感觉想不到这样的一个想法。这个下得好，这一下子，对方好像不好办了。嗯，不好办了。他打一个。打，然后他再来立一个，更难受了。这个是借力，就是看你补哪个。嗯，顺势吧。啊，你得总得粘一个吧？对，我粘一个。不管你粘哪个，嗯，然后我顺势要跑这个。啊，哎，你如果走这个，我就断了。哦，哎，他实战就是这么走的。这样一走呢，我这个地方还存在一个断，嗯，还有一些利用借力。嗯，因为这五贴他本来就想走，本来我就要贴呢。哦，实战就这么下的。哇，那这个白棋感觉很舒服呀。走这个是吧？哦，这他已经回家了。对，是吧？嗯，已经回家，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不好办了。嗯，实战白棋看这个时候就明显的，只要不死棋，嗯，控就不好比了。对，嗯。实战走什么？嗯，实战点过来。哦，这个够狠的，要把它控还破掉。对，还要继续往里跳呢。啊，我说这俩都不交换也行，他还交换掉。对，这时候他要搭他吧，你本身这个地方还有弱点呢。嗯，够狠的。挺狠的。哎，他说你这个断呢还断不了。比如说你走这个，我就往前冲。那我粘上。粘上，我再往前冲。哎呀，这个我冲不了了，哎，没气了。再冲，我这一吃就完了。啊，这个底下一冲，黑棋气不够了，不对了，很明显。哎，这个地方他说你还分不断我，你分断我的话很辛苦。就这两个点呢，一个是虎，一个虎那个。啊，我如果虎这个的话，虎这个好，我冲这个。啊，我挡住，我再一吃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还是得在这补，要不然这。白棋从这儿吃冲是啊，这个也有问题啊。哦，我还能补，还得补这个。对，我这个地方再一冲，你也好像也不好办。哦，我眼位就本身。那我还只能退了啊！我只能退，不然被吃死了。这一冲，嗯，这一段你好像也是不好收拾。对，这个立下去这儿还没也不好收拾，所以你硬杀我都不容易了，不容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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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哎，好，我们看实战吧。啊，我觉得这几手棋真的，我真的是长见识了。如果这样啊，这个变成恶手，看见吗？这两变成恶手。对，哎，这个自尽一气，你还不如这样呢。对，这样我这儿还是有先手。对，这样的话还。本来你不交换，我这个分段倒是我都没办。如果这样，你这两个一交换就啥都不对了。不交换，我这一粘你就麻烦了。对，不交换这个倒是一个机会。是啊，他交换是个恶手，你看。但是他能想到柯洁这么厉害吗？把你这个交换的棋变成了恶手，这个大恶手，变成了一个大恶手。对，他大踏步的一进，这个你就。弄得你很没脾气了，是啊，实战就这么下的吧？实战就这么下的，那就不好办了。嗯，实战我们看再写，这个时候他已经黑棋靠。其实，所以我说这个都不要交换，但是他交换之后，他反正当然也无所谓，他觉得无所谓。嗯，然后黑棋断啊，白棋一打吃，打吃这个，哎，这两个交换呢，你如果只是吃了，我提你尝吃这两个，那小意思，给你了。嗯，我活，现在是他要吃他，只要我活的就没关系。嗯，这时候其实柯洁的等于是他的表演棋了。对，这几步棋我真的是见识到了柯洁的厉害。哦，就是有种大开眼界的感觉，原来围棋可以这么下，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思路。啊，就柯洁是大家称赞，以后我会告诉柯洁。
对，真的是，我很欣赏他。哦，很欣赏这几步棋，这个靠完跳，确实没有下棋的时候没有这种思路。我自己觉得这几招棋进攻的时候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小身呢？好像没，就是怎么都这步棋还有这面，好像没有在位置上。与其说柯洁很厉害，倒是我觉得这个小身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。是吧？对，好像不够，没有较上劲呢，觉得。对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小申。其实小申是李世石的内弟子。哦，李世石的内弟子啊。必然他身上肯定有什么闪光点啊，能被李世石看到。但是这个棋和李世石还不一样。而且他现在的等级分是在韩国排名第四位。第四位又很厉害。其实他之前是进了前三的，之前是第三位，但是近几个月啊，最近的状态好像不太好，对，暴跌了80多分的等级分，导致他现在呢被变相一超越了，现在他是排名第四，变相一是第三，第四相当厉害，相当厉害，是呀，但是今天的棋好像有点不太发挥，对，在柯洁的面前好像是碰到对手了，对，柯洁好像，这是柯洁的棋。当然那个小申觉得你要第四好像这个不应该，就感觉应该比这更厉害一点感觉。对，他这个小申这一次也是第一次闯入世界大赛的决赛。决赛。对，冲击他的第一冠。第一冠，可能还是心情没有那么平静。对，那对于柯洁来说，柯洁这是第十次进入世界比赛的，他是冠亚军争夺，厉害了，老司机了。对，前九次他拿下了八次，这个夺冠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大的。柯洁厉害，是。所以这个棋下到这个时候。你只有一个目标，吃我。而且吃起来你的概率很低的。对。这已经火了。你要想吃棋，像这个棋都是恶手。还有中间这个出手的方位不对。现在我们看实战吧。实战就是下成这样，这个时候被白棋吃的这么靠，被人家多，这不是送眼吗？然后呢，实战呢黑棋是粘这个，这个是粘一个，这个地方保留着很多未变的这个因素。粘是这个没，这块棋没活。那这块棋呢？这块棋实战，如果我脱先哦，怎么样？那我又要做这个艰难的工作了吗？比如是啊，靠这个，靠这个吗？靠这个，它只有粘这个，只有粘这个。那我再一退，退，对，这个退，这个。但这样白棋好像是活的，这几是先手。他这个，哇，对吧？就挡住。挡住。哎呦，这个棋，因为你只我可以这样。我团住。哎呀，这个不行啊！不行啊！这个，那我这个棋怎么办呢？你啊，我好像有一个活法啊。你如果先手的话，但是没有用有吧？您粘上呢？我先挤这个。先挤这个，我粘上。这个，这个就活了吧？这样能活。这样能活。这样能活。活起来就是可以活，对，可以活啊。这个有点辛苦哈，有点那个什么，对，有点辛苦。柯洁他怕这个有点啥问题吧，他补一个也很放心，倒是很大很大。如果那外面没有，这个地方的确是有点复杂的。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黑棋还有先手。对，补一个也不小。也放心啊，实战。放心。实战就是补的啊。补了。现在白棋只要是这个没有。这个对没有，这刚才摆上去的。对。那这个棋其实就是白棋只要把这几块棋都活了，黑棋的目数肯定就不够了。不够了。这个黑棋好像没有吃到东西吧。对，这肯定不够了。
但这个棋我怎么觉得白棋还是有风险的？对，还是有危险哦，风险很大。嗯，这柯洁啊，可能就是现在也想考考对方了。我估计、这个棋，这个也留着。如果你要算准了，直接就补一个得了。嗯，但是他就是也是让对方来吃他。嗯嗯。的确，现在我这么觉得，中间要吃的也是风险也有，因为你这个还没彻底活。嗯。而实战走的哪个？实战是点到这儿。点到这儿。哦、这感觉是杀气的一个形状。形状。嗯。借力，这因为这个地方有没有借力要吃那个？对。他实战。那么白棋实战是冲。冲。如果你走这个，他会尖一个。哦。对，这不分开了。对。嗯。他如果长一个呢，我就贴回家，回家了。那我就回家了。嗯，这个收控没意思是吧？嗯，收控是不是黑棋不太够、啊？也不够哈、啊。嗯，这个地方还有点进来，点了冲进来。嗯，是吧？这个很大。嗯，他搬的，搬断是必然的。断，嗯，够狠，够狠啊、哦！我们看这个，其实这个时候。这个小绅士要动手了，嗯，他要来狠的了，嗯，这个吧，嗯，哇，要狠、嗯哦，他先是在这里冲一个，冲了一个，哎，冲一个，对，嗯，眼位，也就是说这儿还有一些眼位，先手眼位不够，再来虎，是吧？哦，再来虎。然后白棋吃要连回家，对。那这个如果吃不掉，这个可损失大了。对，啊、再来这个。嗯。柯洁继续走长。嗯。哎呀，这个棋，你早这个下法，我怎么觉得，早先应该不应该这样啊？早先、嗯，早先那个哪个地方，我总觉得还有更厉害的下法。嗯嗯，这么下这么吃法，看行吗？这个吃法有点没成算。嗯，他实战、嗯，实战黑棋是挖了一个，看来白黑棋要把这个所有这个能把自己加强的地方全部走掉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，如果你打吃，嗯，我这个和这个都有先手啊、哦，对吃中央啊，可能有点借力，嗯，有可能。是这个意思啊？对，这个柯洁让一下、嗯，说你这个就不能让你有这个先手。对，能有关系？我选也没什么便宜、啊，我算不出来，反正算不出来。就实战就这么下。职业的嗅觉，拼一种。嗯。然后黑棋来分段了吧？黑棋虎。哇，这么下的、啊。因为这两个只有两个。嗯。如果走这个，这一。走这个是不是就分不断了？对，好像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吧，就彻底分不断了。嗯，你贴我再冲，黑棋贴，对，这一冲彻底分不断了。黑棋粘，嗯，再往下一夹，白棋一夹，彻底分不断。哦，这样的话，这个直接被断死了。嗯、如果黑棋阻断的话，对对，不行，这个不行。嗯，你只有一条路，虎断这个。我只有虎断啊、嗯，只有这一条路。嗯，那虎断跟刚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。这个地方黑棋多了很多子，实战就这么下的吧？嗯，对，实战就是这么下的。黑棋这个地方多了很多子啊，走成这样之后啊，嗯，你可能还想不到哦，他走了一个这个，哎呀，这个感觉就是我走完我就把你吃了的那感觉啊、嗯，这是拼了，这手棋太狠了。这个时候到转了一圈，到这个时候才出手，我之前我就觉得该。之前有出手的机会，现在是不是有点这个出手我只有闭着眼睛吃了，嗯，是吧，嗯，哎呦，这个你看这个差很多啊、哎、这是太明显了，还是这个时候如果粘上那就这就完全反转，对，这个白棋不行，白棋不行了、嗯、明显白棋不行，对呀、啊、这个棋太明显了，嗯，这等于是这比撞一气还要难受，是啊，这不是自杀停一手棋都可能都多，不仅撞了这个地方一气，而且把这个先手给走没了，这个大恶手、嗯、大恶手，嗯，对于那个绞杀当中啊，这是一个大恶手，嗯，以为是便宜，结果他自这柯洁一冷静，他这个大损，嗯，对对杀的是不能走那个棋的，嗯，这后面的借力就借不上，现在
那只有一条路，硬杀。对，如果不硬杀，这些都是说不过去的，对对对，都是说不过去的，对对对，都没法交代的，这个下法已经没有给自己留有后路了，只有可以彻底杀。嗯，对，彻底杀，看看有没有别的。嗯，这个时候啊，嗯，看看啊，嗯，如果杀这个眼位，嗯，眼位啊，比如说现在黑棋只能粘上这个吗？不，哦，如果你粘上啊，它还有断的问题。哎，比如说它这个断，你走什么？断我，不，我可能有这个先手，这里有断，哦，有这个问题，断我，这个时候我好像是只能走这，哎，那我如果走这个呢？那我活了。哦，这边白棋已经有个眼了，这个，那这个做个眼就行。有不一样，不一样啊、哦。它是这样，它是这个棋啊、嗯，如果走在这里，这个断呢就走这个更狠。啊、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更狠、啊。你断的时候啊，我就这个了。对，如果这个呢断的时候，它还有个拐啊，这个有一个这个，是吧、嗯？这个是最狠，这是干彻底。是我粗糙了这期。对，要这样的话、嗯、是一个最狠的下，嗯，最狠，嗯，怎么样？这个狠能狠出来不能？嗯，我是没有看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。你只有一个路数，啊、这个。冲往这边冲，往这么冲。嗯，因为往这边冲的话，我这个地方是没眼的，是吧？你往这面冲的话，黑棋只要退就可以了。退，啊、嗯，这个眼位怎么样？对，这样的话，白棋如果做这个眼，黑棋挤一个是不是就可以了、哦？那不行，那白棋不行，白棋那不行。啊、嗯，你可能你要走这个时候敢冲的话，我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眼位给你破了。啊、哦，现在挤？哎，直接破了。啊、嗯，你粘住。嗯，我一退。白棋还真这还真麻烦。嗯，这个我觉得两个眼没有，两个眼没有，你也觉得没有吧？嗯，没有，感觉做不出来，做不出来。这个棋，这个要真要杀了，对，真要杀了。嗯，他可能最狠的就是这个吧。哦，冲这个、嗯、哦，这边来，对，冲这个黑棋挡不住，只能退。退、嗯、对、这个，再来一下。那我这个地方能不能挡下去？嗯，对，我得证明我这个子有用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可以考虑。嗯，那我搬一个。哦，那我只能这个狗缩。哦、这个狗缩在哪儿？狗缩在这儿吧。狗缩这儿、嗯。好，你这不打我一下啊？我、嗯、这个。哎呀，这感觉好像点到我要害上了这个。我下面是没眼了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棋杀气，这个其实还有点复杂了，有点复杂了。哎，但是我这个气好像也挺长啊，挺长，对，哎，我可以走在这儿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、嗯，可以走这个，嗯，是可以走这个。哎，嗯，我还是走在这儿好、啊。这个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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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这个好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棋啊，我如果走这个，啊、我可以挡这个，我可以挡这个，嗯。这样我就快活了。如果走这个、啊、你可以这一走不是就活了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可以考虑这个，可以考虑这个、嗯、哎，这样的话，哎，那还是挺复杂的、哎、这期到这个时候还复杂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、这个时候应该是柯洁啊，嗯，能够拿对方的，为啥他可能是这个，是不是有能杀我吗？这个的话我打吃呢，提掉，我就点一个，我这个啊，这两个眼就没有。哦、对，应该，嗯啊，你还是得啊，看看我这个有没有问题、嗯，对吧？这个应该是不行吧？不行，这个假眼。嗯，走这个他，他我挤假眼过来，只能靠那头。对，靠那头。是，哎呀，那这样说还有点危险呢，有危险、啊、这个棋，嗯。柯洁看来是给对方是玩心跳呢，哈。哦，对，玩心跳呢。我看看这个棋贴的话啊，嗯嗯，有没有可能？对，真的是很，我觉得这个棋还真是有点，有点吗？哦，我啊，啊、嗯，你如果贴，我走这个，走这个，嗯，走这个的话，嗯嗯，走什么？我吃这个吧，可能对对对，吃这个，对，走这个，然后我破眼，对，你要不破眼，我这一套是不是活了，对吧？哦，靠一个，活吗？不知道，
好，你来破眼，看破眼，我上面一个。比如说我来破眼，好，吃一个。这个我好像感觉自己的气有点紧，哎，有点紧，哦，是吧？哦，打吃或者打吃这个，哦，只能打吃这个，对，只能打吃这个，对，嗯，这个一提你吃，是，哎，嗯，中间那面就是气的问题了，嗯，啊，这个你打掉，嗯，我打掉。对，这个它可以就这样了。哦，对，这个就可以这样。这可以这样。这个气好像黑气并不行。黑气并不行。嗯。你比如说，我这个就不在这儿了，你这个就不行了。嗯，是吧？对。走这个，你沾这个里面没眼，如果挡的也是个后手的眼。是。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才行。这个黑气看来，这个目前来说。这个棋应该是，嗯，这个白棋棋还挺长，白棋粘一个是先手，这有断是吧？没有断，没有断。哦，这个啊，还有这个棋呢啊，有，是不是白棋这个气是挺长的？嗯，有很，啊，对。我们看看，所以，啊，这个复杂，很复杂，真的挺复杂的。没想到这个棋还那么复杂。这但是黑棋这有几个不在位置，我怎么？现在最狠的是黑棋，可能退这个更狠。哦，退这个，这个，因为你打这个，它能粘上。嗯，哎，对，嗯，退这个狠，你拐一个，嗯，它做眼或者是扳，哎，这样好像黑棋活了。看，哦，哎，打这个可以，这个棋。有，这个，但是也是黑棋不行的棋，哦，也是黑棋应该是不行，就是白棋招法多，白棋招法多。那，白棋这里这是有先手的，这个地方要断。是的，嗯，这个招法是多了。嗯，看看这个他走的什么吧，实战，嗯，好，实战是这么下的吗？实战没有，实战黑棋先交换了这一子。再来，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嗯，这个时候黑棋先挤了一个，有可能他怕他做眼，啊，这个一挤啊，可能局面又不同了，嗯，然后再来个这个狠，再来挡，嗯，好，那只有这个了，嗯，只有这个了，嗯，冲是肯定的了，对，这个因为要这个眼是没有用了，只有冲那一条路了，嗯，退一个是吧？嗯，退是必然的了，再来，是吧？冲，对，再来冲。如果我贴这个，哦，贴这个，他大概是搬这个。哦，那我只能粘吧？哎，只有粘，只有粘，没有别的了。嗯，这时候好像，下法很多了。嗯，这个，他就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还是点这个？就点这个。嗯，这个打呢归你。打归我了，嗯，好像不行吧？黑棋啊，哦，我，嗯，但是我感觉黑棋气好像也挺长的，如果挡这个，挡这个好啊，就这样子，嗯，粘住，嗯，哎，喂，哎，哦，不行，你想断我断一个，这被打失先手，对，这个被骗到了，这一挡一是先手是吧？对，你只能粘，我只能粘上。嗯，这个可能不行吧？嗯，啊，这个，可能不行吧？这个气不一定哈，啊，我感觉黑棋气还挺长的，掰一下，嗯，然后打这个，嗯，哦，这个白棋可以先长气这个地方，白棋虎一个是绝对先手。哎，对，是，嗯，这样，那你这个气的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六口气。哦，那黑棋不行，六口气，黑棋气不够啊，气不够，对，黑棋气不够，看来这个，不行哦，这不行啊，嗯，看来白棋只要跟黑棋形成对杀就可以了，对杀，气看来不够，啊，实战走的是什么呢？看看实战啊，好，这个地方还是黑棋艰难一些，这个，这个贴看来被他一扳不行，他最后觉得被扳不行，他长了这个，对，他就长了这个，嗯，他拐了。啊，哦，是吧？拐了，然后呢？他搬，嗯嗯，如果你搬，
他走这个就行了。哦，嗯嗯，这儿要演，这儿要打啊，火了，火了，哦，是不是啊？是，他就他以为是这样，结果柯洁呢，给他来了一个这手棋，他就麻烦了啊。这手棋一打，你是长的，对吧？对，对，他是粘上这个，嗯，这个和这个二取一就完了，完了。二取一，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两头你选哪个？嗯，选这个，这一吃，嗯，这不是眼，这个没法杀气。对，如果这个，他往下一走，气哦，他把这个还虎掉了，把这个虎掉，而且气真的是挺长的，他把这个虎掉，这个有点俗啊，但是他不考虑那个了。对，他说只要有用就行。都说这个气一算，都说这个气太长。嗯，白棋好像七口气有的。嗯，什么？这个白棋算他走完走完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，那不行，这黑棋气不够，这个棋有点太长了。对，到这个时候、哦、黑棋认输啊、嗯，这盘棋就结束了。哦、嗯，这个是宁为玉碎的一个结果。对，爷这个下的比较好，对方呢、嗯、看来不发挥，确实，所以第一局呢先柯洁。先声夺人就赢了。嗯啊，这个棋的内容也是明知是规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棋的内容是确实是不对，尤其这边的处理啊，叹为观止，对对对，黑棋下的总觉得有点哪不对劲了。黑棋白棋下的好啊，嗯，白棋下的很好。行，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对，那我们也继续期待之后柯洁能够获得他人生当中的第九冠。好、哦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也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好，再见。